所以呢，从他的这个家乐福着急下地种地去了，这个让派出所这个巡查的看见了，抓住了，给了好几天。这个现在疫情挺严峻，这个我这个形势呢有点麻痹。近日，有网友爆料，河北唐山迁安一位老农，在疫情防控期间着急下地干活，被巡查看到并加以批评。老农称疫情很严重，自己对目前形势有点麻痹，并用大喇叭向全村村民自我批评道歉。